不是吧，兄弟们，你们快看呐，我的隐形眼怎么变成这样了呀？我明明走在草地上，身体却跟草块融为一体了，这种感觉啊，就像在草块里游泳啊。那么事情的经过呢，是这个样子的，我就是正常的开了一个纯草地的创造，就想看看迷你世界中的物理引擎是什么样子的，结果呢，就成这个样子了，这个草地软绵绵的，那不就像水一样。然后你们再看旁边的生物啊，都跟溺水了一样，一直在掉血，这不能又是迷你世界的新 bug 吧？之后我又试着挖了挖方块，结果这方块还能挖，挖完的方块放在地面上，结果还是一样的，我还是游进去的，不过这次我掉血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有没有谁能给我解释一下啊？另外我还玩了一下这个物理引擎，你们看这个火把啊，一下能扔那么老远，还能在空中360度旋转，形成一个完美的弧线。